今天主办单位谎称录制金门好好玩节目，邀请两大美女咬咬及萝莉塔来介绍金门处事所。当运作单位安排好的假导游咬妆沟通流程，也好是咬咬想怎么骗。等待康哥医生立项，咱们就借故说机器坏，也趁机在休息时刻送水请喝，开车喽。啊，那我知道了，因为呢，我们大家拍那个很阳光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可能有一些就是，嗯，就是有那个水花的感觉，有没有？ 阳光跟水花的要快，有啊，自己就有，自己就讲得超有，就是鸵鸟跟鸭子啊，我们成功的，是，没有，我们是什么节目需要玩到吃屎？所以他其实也是要看别人丢给他什么啦，平常的状况他都会蛮冷静的，嗯，但是泼水是好像有点跳脱冷静的这个状况，对啊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个画面感觉比较丰富一点点。你怎么不可能，我们就这样跟着他，解释一下，我们这边有可爱动物区，哦，没错啊，你这样，没有鸵鸟，鸭子啊，有鸵鸟跟鸭子吗？还有我们这边有猫熊，这样子我们来金门，然后这边还有猫熊，我们也没有介绍这边什么风光，然后我们这样介绍鸵鸟，所以首先呢，我们就要得观众感觉就是很
Yep.
对呀、啊，为什么金门鸭呀？哇，他这么回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。对呀、啊，我的朋友，那你来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我觉得你说洛丽塔讲的比较对。你也没有主持节目，你现在有吗？哪一个我没看过？对，他讲的比较对，他比较厉害。没看过，没看过，但我看过你姐姐主持的节目，你有吗？我们是搭档。你看，你哭屁啊！你这样子，不要哭了，我要呼你巴掌。我觉得你很糟糕，你非常糟糕，因为你身为一个主持人，你不止没有为这个节目想要怎么样更有趣，哭起来好烂哦，他这样就会哭，他很会哭，他会在几分钟，他在三分半的时候就哭了，可是他是真的哦，他就是他一下急他就他是急哭，但是你不觉得我们这个开头就这样子哦？然后上去这样子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为什么？你觉得太无聊的话，还是你就脱？我不用脱，因为你身材。那我想到一个，了。之前不是有那个吗？我们要做有意义的事情。对，你冰桶挑战没？我已经挑战过，我还没。这个超没，这样很没有诚意耶，这太少，这个太少了，完全挑不出来。哇！真的太少，冰桶挑战都拿着，这个太少。你开口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跟金总讲，各位观众，我觉得今天来到金门，我想要挑战，但是我旁边这位小姐她觉得说我用水桶，哎呦，真的有一桶来了，你要挑战是不是？挑战啊！来，哦，真的假的？你要脱了吗？机器好了没？四、三、二，现在很临时的，我们要冰桶挑战。拿一下，你捅完，你冰桶完了对不对？我已经冰桶过了，我还有上传影片。我没冰桶，那你负责帮我拍照，非常有意义。来，你叫萝莉塔拍，见证历史性的一刻。八拍吗？是我要八拍。没关系，工作人员帮我拍。等一下真的要泼吗？泼完之后没有时间说话，就直接过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现在你要泼，没关系，你不用，你泼我会赏你一巴掌。你把水桶倒掉，快点。刚刚呢？他就喜欢你，不想要看你这样。把罗伊塔的水倒掉，快点！不用，我已经跟观众讲说我要冰桶挑战。这样洒水好不好？这样，哎，我要再一杯，没有，没有。人家就说要冰桶挑战，我要怎么冰桶？现在就讲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了嘛。可是我不懂，所以我们来金门，然后冰桶挑战，这样对金门有任何的帮助吗？我跟你讲。他真的很理性，几分？几分？这么快？七分了，难了，不好弄。这样更多人看到金门，而且可以看到这个叙事所，这样子也算是非常的认真了吧？所以你认真想要挑战冰桶，还是你就只是想要洒水？你说这样子洒水可以吗？这样子，谁跟你洒这样子？我说的是啥？牛仔乳牛让医生陷入崩溃边缘。哥哎呦哥哎，咕叽，你，呼呼，啊，乖，奇怪，你平常晚上都是，乖哦，你是要伺候你们有病，你们神经病，你不要怕了，会咬人。